你是什么人？安阳，你不记得我了吗？你是宏宇哥哥。安阳，你认识他？哦，这是宏宇哥哥，我们风雪神国当年最优秀的天才，也被认为是最有机会冲击造化神王境的巅峰神王。只是千年之前和安雪姐姐决裂，这才远走他乡。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。安阳，如今你成了风雪神王，真的太好了。宏宇哥哥，你才是最有资格成为风雪神王的人，而我只不过是机缘巧合。不不不，安阳，你这么善良又有天赋，你才是最有资格的那一个，你知道吗？知道你成了风雪神王，大家都开心极了。我是真心的祝福你，安阳，你比以前更美了。安阳，你成为风雪神王的事情，风雪神国肯定会有很多人乐见其成的。但是偌大一个风雪神国，谁是事情，我也不想了解，希望后面不要是敌人。怎么会呢？安阳永远是我最疼爱的妹妹。叶晨，宏宇哥哥他是个好人，他和你一样都是被姐姐驱逐的。我没说他是一个坏人，但是我不喜欢他，仅此而已。宏宇哥哥，你不要在意，叶晨他是一个很好的人，也不知道今天是怎么了。没事，毕竟这么多年没见了，叶晨神王对我有所戒备，也很正常。我怀疑一下，有问题吗？当然没有问题。算了，说了你们也不懂。公子，安阳他知道的，他冰雪聪明，自然不会那么容易轻信。嗯。我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。
红宇哥哥，若非夜辰神王，我早已陨落，以后见到他就像是见到我一样。哼，陛下，这样会不会不太妥当啊？啊，当然，我并非是对夜辰神王有什么意见，而是觉得国无二主，我们身为风雪神国的子民，自然一切都听从风雪神王的，而夜辰神王你们若是奉我为主，那我依然是这个命。谁说他有问题了？哼，公子应该就是看他不痛快而已。哎，谭谭，你知道吗？你有一个缺点。哦，什么缺点？就是太通透了。陛下，嗯，是否可以借一步说话？我有话要说。叶辰，你和我一起吧。这些话我想单独告知陛下。我信任他，他就和我一样，有什么话可以直接和我们两个人说。嗯。嗯。红宇哥哥，有什么话就说吧。嗯，陛下，老祖想要见你。老祖，你说的那位老祖叫什么名字啊？没事，我和你一起去吧。
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。你们怎么来了？你准备进入这么危险的地方，怎么不告诉我们？只是天灵窟而已，不用那么小题大做。那我和你一起进去。不行。既然你觉得不危险，那为什么不让我一起进去？我说的不危险，只是相对我而言。我的空间神力正好可以阻隔一切寒冷，你们进去不一定能帮得了我，还有可能分散我的精力。哼，我好歹是暗影神王，这点事情怎么可能难得倒我？此人是暗影神王，暗影神王司徒天一，那可是整个宇宙都威名赫赫的存在。你给我好好的待在这里，若是我真的遇到危险，自然会向你呼救。可是，听话。那好吧。
我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。不过是去天灵库一趟而已，搞得这么隆重做什么？我们走吧。若是他出了什么问题，届时我必追杀你到天涯海角。暗影神王，我已经说了，天灵窟里面危机四伏，也确啊，是吗？就连我都不知道，原来我有这么多优点啊！那位就是玄玉老祖了。作为人族的神王，能够活这么长久也是少见，不过今天我总算明白了原因。什么原因？因为寒冷。寒冷？你怎么了？赤神殿有所感应，自从赤神殿被虚的秘法封印之后，我便感应不到赤神殿了，但来到这里之后，赤神殿突然有了反应，莫非是因为那个东西？
老祖，这位就是新一任的风雪神王安阳，还有这位是空间神王叶辰。我说了，你只需将风雪神王一人带来就可以了。啊，回禀老祖，是叶辰神王，他一定要来，我阻止不了他。我记得空间神王是元虚，你是何时成为空间神王的？哼，元虚老祖早已羽化，空间神王都换了好几任了，我是这一任的空间神王。看来空间神王徒有虚名，掌握空间神力却总是英年早逝。哎呀，玄月老祖这就想错了，掌握空间神力最接近宇宙的本源，先前的几位空间神王应该是悟到了更深的奥义，前往了更高的宇宙。更高的宇宙？哼，玄玉老祖难道不知道更高的宇宙吗？我活了这么久却从未听说过什么更高的宇宙，真是可笑。我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。看来玄月老祖有点不欢迎我来这里，不知老祖找风雪神王有什么事情？你似乎不必知道，你本是天地之间的一株神草，吸收了天地风雪精华，幻化了人形。我大限将至，准备将这寒冰之心的精髓传承于你。安阳，你身为现任的风雪神王，有责任将风雪神国发扬光大。那我要怎么做呢？你们两个先出去吧。哼，没有听懂我的话吗？红鱼、宋柯。啊，叶辰神王，老祖他脾气是有点不好，但他守护了风雪神国这么多年，是真心为了风雪神国，还请叶辰神王随我先避退，让玄云老祖完成传承吧。我想走的时候自然会走，还用不着你来赶我。叶辰神王，我并非是有意要赶人。安阳，你信不信我？不管你说什么或者做任何的决定，我都相信你。那既然如此，这寒冰之心的传承我们不要了，我们走吧。风雪神王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你可知这是唯一一个获得寒冰之心传承的机会，你本身拥有风雪神脉，再加上寒冰之心，你
你将成为整个风雪神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人，到时候将风雪神国发扬光大，这是你的使命和责任。身为风雪神王，自当为风雪神国竭尽全力，但有的时候自有天命，强求不得。哼，什么叫做自有天命？难道我们堂堂一个神国的荣辱要跪于天命身上？若无逆天之心，神国如何壮大？玄玉老祖，人各有志。可笑之极。老祖，不要动怒。看来你身为空间神王确实有几分实力，但是就凭你也敢挑战于我，简直是找死。不管如何，我不会将安阳交于您手的，若是想战那便来吧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倒要看看空间神王到底有几分能耐。莫非玄玉老祖还想留下我们不成？若是你们不听我的规劝，那就只能出手了。若是老祖非要强逼，那我唯有一战。老祖，陛下他们并无冒犯之意。你先退下吧。你们二人执迷不悟，那就别怪我了。我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。
这个玄玉老祖果然是不怀好意，你是怎么看出来的？这世间有大品德之人，言行谈吐也必定让人如沐春风，但一进来感觉这老头待人处事的态度就觉得他有问题，所以我更是不能让你一个人了。你们这对狗男女能不能不要当我不存在？哼，玄月老祖，我承认你的修为确实强于我，但是想抓住我也不是什么容易的事情。施展空间神力可以躲避我的攻击，但是此处乃是天灵窟，禁闭一切空间，你们也休想逃脱出去。坚持得了几时？此处被布下了阵法，就连我的空间神力也无法突破，看来他早已有所准备。叶辰，我的神力好像在流失。我的神力也在流失。你们这才发现吗？天灵窟之所以是风雪神国的禁地，是因为这里会吞噬神力，最终将神力完全抽干。今天就是你们的忌日。是融合了风雪神脉的天地灵草啊，光是这股力量就让我有一种焕发新生的感觉。这个老头靠着寒冰之心以及这里的低温严寒才活到了这般年岁，他很可能是想要用吸收你的风雪神力续命。啊，吸收我的风雪神力续命？这道阵法可以让你的风雪神力在短时间内不被吸走。啊！怎么回事？居然被这小子看穿了！臭小子！想偷袭我，你如何能够破得了我的造化神体？时空禁锢。小子，找死！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。
也想触碰寒冰之心？安阳，你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操控这个寒冰之心？我试一下。困得住我吗？你以为我只是为了困住你吗？空间镇压。不愧是无限接近造化神王级别的存在。安阳，怎么样？你可以沟通寒冰之心吗？我无法感应，任何咒印都对他无效。这是怎么回事？寒冰绝域，寂灭空爆，风雪神力凝霜。这些是我的，不许你碰他！老祖，你的对手是我。叶辰，我已经可以和寒冰之心沟通了。快点将他炼化。好。你们敢？我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。
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，这寒冰之心。贪心不足蛇吞象。叶辰，我们走吧。红雨，快助我疗伤。老祖，没有了寒冰之心，你不过是一个将死的废物。不如你做件好事，成全我吧。你什么意思？老祖，你的修为，红雨就都收下了。畜生！你快住手！你哼，空间神王果然不凡，没想到连玄玉老祖都奈何不了你。不过终有一日，我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啊，公子，你终于出来了，我们都等得急死了。嗯，我怎么觉得你身上的气息好像有点不太一样？不太一样，是吗？我说不上来。你居然给我一种压迫感。叶辰，你到底对他做了什么？做了什么？我可是一个正人君子啊。我说的不是这个。哎，红雨呢？嗯，谭台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个人出来？按理说他早该出来了。陛下，你怎么现在才出来？哦，我担心陛下的安危，又返回去查看了一下，发现您出来了，这才赶紧出来。我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。
既然人都到齐了，我们赶紧回去吧。你小心一点，若是被我知道你有任何异动，就休怪我不客气。暗影身亡多虑了，我红羽誓死效忠风雪身亡。哼，希望如此。我们也走吧。哎，安阳，等等，我还想跟你研究一个东西。啊，研究什么东西？研究。你到底想研究什么？当然是你刚刚得到的寒冰之心。叶晨，你这个混蛋！啊，混蛋！我怎么就混蛋了？你！安阳，我是认真的。赤神殿能够感应到你的寒冰之心，我想试试看你的寒冰之心能不能唤醒赤神殿。本姑娘现在不高兴，等我高兴了再说。哎。可以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只能试一试。自从赤神殿被虚的秘法封印了之后，我只有在之前遇到寒冰之心的时候，稍稍感应到了赤神殿的气息。我觉得，或许寒冰之心可以唤醒赤神殿。只要能唤醒赤神殿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该如何唤醒赤神殿，不管什么办法，总得试一试。怎么试啊？虽然不知道能不能成功，但我们可以试一试。哎呦！你的手放在哪里啊？啊，我的手没有动啊。我在用意念感知你的寒冰之力。刚才你的手明明我的手什么也没有动，可能是我的意念犹如实质，让你感觉到了一些存在。没有，刚刚我明明感觉到了，就是你的手。哎，绝对没有，我以赤神殿的名义发誓。你好吧，那我就当没有。哎，放心吧，像我这样的正人君子绝对不会做那些不靠谱的事情。快点，结束了没有？没有，还要很久。怎么还得再有个两三个小时，我才能慢慢的摸索感应出寒冰之心的玄奥。那你快一点吧。放心吧，我会尽快的。小小，我们在修炼。
我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。你们在干什么呀？小小，我们在修炼。公子，如果你是在修炼，那你未免也太厚此薄彼了。哎，谭腿姐姐，你来就知道了。我明白了。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回禀神王，我们雷霆神国的边缘地带发现了大批的虚兽，他们在疯狂吞噬群星的星核。过了这么久了，虚终于按捺不住了。回禀神王，空间神王叶晨派遣使者召集我们前往光明神国永恒神殿，说是要商议如何对抗虚。这里距离光明神国不下10000光年，雷霆神国正在遭受攻击，若是我们前往，没有几年时间根本回不来。等我们回来，雷霆神国只怕不复存在了。但若是我们不去，以我们雷霆神国的实力，也无法单独对抗虚。空间神王派来的人正在架设空间阵法，一旦空间阵法开启，便可以瞬间抵达光明神国。我倒是忘记了，他毕竟是掌握了空间秘法的空间神王。时间神王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想要把你请过来，
还真不太容易呢。嘘，你把我抓过来，想要做什么？我想要请你用你的神力帮我加速时间的流转，让我在最短的时间把黑暗之源的力量吸收掉。我是不可能帮你的。那可由不得你，你的身上已经被我种下了印记，你是不可能逃脱的。原来你一直都在暗算我。这还要感谢你，是你帮我封印了赤神殿，从此以后我将是整个宇宙的主宰之王。如今有了黑暗之源，我的力量已经不断的增强，这世间还有何人能够阻我？纵然我死，也不会屈从于你的。你以为你的抵抗有用吗？这是虚空囚笼。这正是虚空囚笼，囚禁了你的意识，你的肉身就将受我驱使，永生永世都成为我的奴隶。施展时间神力，帮我炼化黑暗之源。是。我聂离一定会成为最强妖灵师。